大家好啊，今日介绍 Steyr 嘅一隻高質素嘅飞行錶。除咗採用瑞士制造瑞士机芯蓝宝石拱镜，亦都系飞行手錶嘅重要元素，做咗一个洋葱的。因为以前飞机师戴手套嘅，咁有洋葱的就容易校时间。另外飞机师錶好少螺丝锁吧，呢隻正正做咗螺丝锁的。只要佢做一个简约嘅表面就好易睇时间，有两个颜色，有黑色面同埋灰色表面。呢只表采用紧一个高频嘅瑞士机芯 SW200， 我就中意透视表底可以见到入面嘅机件。这虾仔会有专人 check 表俾我哋卖嘅，走时好准确嘅。黑面黄字好有复古嘅元素，再衬条鲸皮嘅绿色表底，好特别。之后睇下夜光啦，戴上手俾大家睇下，都好薄身嘅，舒服。咁呢隻表咧个超重价系4000多元可以买到，有兴趣嘅表迷可以去我哋铺头试下。今集介绍到呢度，下集见。